是我的人都知道，只要太阳很晒，直接晒到太阳啦，不是说热哦，我的脑袋是死掉了，完全没有办法思考，因为我要晕倒了。热没有关系，但是一到太阳，我完全就会死掉，连刚才舞步已经记好了，完全没有办法记。所以等一下怎么办？